无线键盘偷偷插在电脑上逗逗他俩。哎，来人了，哎，你别说别说，我在这蹲着，一会儿给他们个措手不及。不是，谁把我闪现给摁了？你这蹲人也不行，还把闪现摁了。我没摁，你看见没？我不知道啊。咋回事啊？哎，我有大招了，这波咱们找机会能杀他俩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哎，不是，谁把我大招给摁了？自己玩的菜还在电脑，我都没摁他。哎，你看我玩咋没事呢？不是，我刚才我没摁他，就自己动的。你别着急，哎，这波咱去中路，我有大了。哎，走，去支援一下，去支援一下，打撞上，还有闪现。哎呀，我操，这咋回事啊？不是，你看他就自己放技能了。我知道了。这个电脑成精了，咱俩给它砸了！砸了！别！我这无线键盘，我这逗你俩玩呢！死我了！快！我继续给你俩秀一下我的顶级石头人。等我啊，打完红 buff 我就去打团。哎，你等会儿啊！哎，好了，你拿饼干啥？有病吧？哎，这波我有闪现，有大招，有金身，一会儿我过去用闪现把他们的闪现骗出来，然后用大招预判他们的闪现，把他们都撞飞，然后我金身顶级理解。创造，来！